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各位小朋友，弟兄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过来讲解《极乐净土阿弥陀经》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讲是真远，近者是咱心田，近者咱脚踏所在，近者伫咱的厝内底，伫咱的公司，咱的国家。咱的社会，所以咱要修行的人啊，咱首先爱在咱脚踏的所在，做到问心无愧。咱的公司的所在，咱的生理的所在，爱做到问心无愧啊。咱才有法度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。咱若是咱的心有不安心。有跨界、有亏欠的事啊，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困难、真困难。啊，你用开偌济钱，所有财产提当点当掉去，就只钱提来，吼，要发书，哎，这里好做的事，你嘛无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说西方极乐世界。是建立在咱每个人日常生活之中，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在咱每一天行善之中，咱才有法度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咱有诶嘴干咧讲我念佛念经，结果好事无做，啊出嘴就骂人，出嘴就三字经，出嘴就歹话咧，垃圾话咧。你讲要念偌济佛，拜偌济师，要西方极乐世界是无可能诶代。各位是方神意识，啊，咱人伫世间呐，咱时时爱求心安，要心安呢，一定爱先安心，心要伫对安起呢，修行念佛，这里真大法门。所以几个善书啊，往常都做，甲咱开始，一人呐得到多的事啊，交伫祖先咯，到升天。一人得道救助升天，一人一个人呐念佛的时，吼、哦，到地祖先呐会当得到这个道念佛之道啊。因为咱地空的世界，灵魂的世界，咱受到祖先的委托啊依托，啊，咱过靠一年来世间接近佛法。接近修行，接近念佛，所以咱伫空的世界，方派来世间出世，来投胎。投胎以后咧，咱伫打拼，咱所有祖先拢伫甲咱斗打拼，打拼到一个段落的时啊，咱开始爱念佛啦。念佛修行，做一挂布施的工作，财施、法施、无义施啊，比如讲即个。啊，南投中部的灾难遮济，咱一寡财做会到，咱财施去布施，咱布施出去，不管他人安怎运用，但是咱已经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善事啊。啊，那么注意有诶机关团体首长咧，若无遵守道德，私下吞去的是因果去负责，但是咱功德已经做啊啦。哦，所以这点财施法施。无意思，咱爱做一挂布施的工课，啊，法施者就是念佛，法的布施，上好的布施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时时与念佛啦。所以咱这人得到了救助得升天，咱这人呢念佛的是救助会当得到这道。几个善书过来开始，咱一个人道心若有精进的时。
哦，既然是菩萨的化身啊啦，这是公众要做啦，公众要做。一个人若要伫发的布施啊，就念佛。你将念佛的功德啊，用回向咱的祖先；用将念佛的功德回向咱的完成之主；用将念佛的功德回向和世界人民；用念佛的功德呢，回向和战争往死的人；用念阿弥陀佛，将这个功德回向和街头路尾，无事男女孤魂啊。那么用一念佛的功德回向和咱的工厂公司啊，内底无事孤魂等等啊，那么咱功德就非常的大啦。哦，咱这所谓念的佛，那么是先求自己的心安，自己心安呢，咱就一定会平安，一平安，事业就顺势，家庭和谐，家庭和谐，社会和谐，社会和谐呢，国家咱就富强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地球变一个村呀，小小啊一个村，各位是方，而且咱今日呢。啊，都新房，咱已经风水面面观一千级，佮明仔八月三十都多一千级，这一千级中间呢，哈、啊，咱接到大众的资金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啦，恁大众咱会员每个月100块的支持，好、啊，咱会当这个节目一直播上净化咱大众的心，恁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啦。啊，那么咱也希望各位继续去支持。若做几个新书开始，咱一定要讲到3000集圆满。啊，3000集圆满者，天下一定会太平，国家会和谐，咱人心会更加安定啊。所以，咱这也需要各位恁的财，搁继续布施。啊，恁若无意思啊，恁难免惊人讲，1块、100块的布施，咱会用或者法轮上转啊。那么恁一个人的布施，即是恁祖先的功德，因会得到功德。哦，这几个善事甲咱开始，好事大家做，歹事大家唔通做。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啊，咱有好的因缘，会当听到佛法，机会是难逢。咱有机会好共同来念佛，祈求世界和平的念佛，这么大、这么大的功德啊！咱大家爱来做，会记哩。好，咱8月30早时6点准时，大家拍开电视。恁请恁敲电话给亲戚朋友、部下、长官拢嘛好。啊，恁家提醒，明仔是一个念佛全民念佛的日，啊，全民念佛日，大家共同拍开心胸，拍开这个主师的心，啊，咱的大公无私的心拍开了。甲佛祖肯定咱心肝内，共同来念阿弥陀佛啊！咱个啊阿弥陀佛，咱认真念。我相信啊，伫大家共同爱心愿力之下，我相信啊，咱自此以后，当下开始，世界渐渐和平。各位是王神弟子。啊，几个善事，我甲咱开始，啊啊，咱佛的光照遍黑暗甲无影的所在，啊，佛的爱心关怀天下所有人类，佛的智慧啊，启发众生的无影，啊，佛的力量啊，会当予天下太平，这四句。是一个名言。啊，王禅老祖几个善书，一再的赞叹咱大众迄粒佛的心、佛的念头、佛的光明。那几个善书都会赞叹着佛的伟大。那么咱一个凡夫，小小凡夫，空故。啊！贵国先师是战国时代合众人怀，合众人恒啊！伊个天人大智慧智性，贵国主在国家当时乱的时，提出合众人怀，就是迄粒心。大家提出这粒心、这粒爱心、这粒智慧的心出来，天下
一定会当我减少着战争，天下一定会当免于真济无必要的烦恼个发生。几个先师开始，咱每个人拢有一颗佛的心、主的心、爱的心、关怀的心、互相相尊重的心，是安那咱的盼见。这是一个让人感觉真正懊恼的所在。是安那社会人世间这样子，我骗你，你骗我；我断你，你断我；我怕你，你怕我。互相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各位爱饮一口气，凡是你出手怕的咧，拄拄啊你的亲人；凡是你所伤害的，拄啊你的某、你的囝，还是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过去生的亲人。咱若知影是啊，咱就爱知影因，知影果，咱唔通去犯着。所以几个神书安尼开始啊，佛的光照遍到黑暗，甲无影煞黑暗。咱就系消极、诽谤、摆脱、伤害，啊，制造是非、贪、傲、生、气、无智慧者咧，那是照耀到咱的无明。那么各位，咱念佛者，咱会当。照耀着自己的无明，咱会当照耀着祖先灵魂界所有众生心灵的无明。咱念佛者，哎，佛的名号会当照耀着咱公司处前处后，无事男女孤魂上顶因的无明，互因有一条光明的路去行。所以各位，恁念佛的功德是非常。非常大，咱唔通讲哇，我念佛是无啥，只是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咱过来甲各位介绍念佛的十大功德，所以明仔咱就要念佛，所以明仔念佛专门念佛有十大功德，消灾解厄，消国家的灾，甲厄。福慧的增长，大众的福甲慧拢的增长，事业会顺势，咱经济开始伫好起来，合家会平安，咱家家户户是平安，风调雨顺啦，咱开始以后，咱社会国家风调雨顺，社会会更加祥和，五国会较丰收，一个水灾来，遐就灾殃，国泰民安，国家安详。民心一安，天灾永生，天灾就未阁发生。世界的和平啊，这是需要靠大家大众，咱共同来发出这个爱心念佛。所以咱念阿弥陀佛，明仔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的时啊，恁对法师大家共同来念阿弥陀佛。你厝内对面啊，电视面啊前，咱看的荧幕真济。咱这师兄、师姐、菩萨的念佛、念阿弥陀佛，伫禅机山仙佛寺如来院啊，伫念佛，伫五百罗汉甲佛灭合二为一啊，伫念佛祈求世界和平，共转法轮。那安尼是啊，我相信啊，咱大家会更加和谐啊，咱社会会更加祥和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。嘛是咱人生展现的大爱，嘛是咱台湾带咧台湾这个土地，所有修行的人嘛好，也是无修行的人嘛好，无论什么各种的宗教诶，阿门阿弥陀，拢是咱的本性，咱将咱的爱心甲发出来，地球的灯就秒钟呢，咱的灯四百七十公尺的灯是，那么就着这个力。咱大家大众、全民、台湾人，咱爱互世界人做一模，甲咱尊敬。所以世界人甲咱学，这个学习，咱大公无私、大爱的心，咱献开念阿弥陀佛。咱大家共同来念阿弥陀佛的时啊，我相信啊，咱将这爱心献，将这爱心。
开化出来，将咱大公无私、天地无我之事之心啊，咱一心念佛，祈求诸佛菩萨，祈求天龙护法啊，哈、哦，来甲咱加持加持啊，咱世界的和平。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开始咧，从今以后无战争。哦，无只个过下节下的节下节天灾人祸啊，会可能过来发生啊。所以各位是奉神，而且明仔会记哩，哈、哦，六点开始，咱大家拍开电视，六点以前，咱打电话，咱的亲友共同来念佛，啊，念阿弥陀佛。啊、哦，共同来祈祷，祈求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。哈、哦，会当祈求咧，咱大众所住伫即个地球上的人，咱会当能得到和谐、富贵、增长。哈、啊，咱无个在饥饿，无当迄个无他，未够无他食的所在。吼、哦，处处我国丰收啊！这是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，即回普度众生来带。愿力啊！各位是方程知识啊，几个先师啊，我可能开始啊，世界和平是咱全人类的幸福，世界和平是人类的愿望。世界和平是人类的责任，世界和平的祈祷现在要开始。啊，有国才有家，有世界才有国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但是有人才有机会好念佛、好修行，有好因缘。咱才有机会好念佛，啊，有是好的圣神菩萨甲咱指点，咱才有机会好行功立德、离苦得乐的修行啊。所以几个先师再三甲咱强调，吼、哦、啊，世界和平是咱全人类的幸福，世界和平是人类的愿望，世界和平是人类的责任嘛，世界和平。会祈祷，现在开始。明仔早起六点，咱准时拍开电视机，咱共同来祈祷，来念佛。啊，咱也希望借由各位恁的大慈大悲的心，恁的佛心，恁的佛的根，来照遍三千大千世界啊！我相信安尼咧。咱世界和平，一天一天都会踏入。咱的去年啊，哈，12月30日，伫台北国父纪念馆，咱举办一场祈求世界和平。啊，咱接到哈，所有咱的上基山先佛师大众将近40000多名，要50000名，啊，游览车伫台北7万台。共同的国父纪念馆有史以来上大的祈求世界和平的发挥，我相信真济咱的十方神圣大德，恁若有去有参加，这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，21世纪大愿力，所以贵国先师甲咱开始，21世纪是咱世界和平的世纪，但是嘛，按照到大。将咱共同念佛，好把佛心、佛功放光明，照遍三千大千世界，照遍所有地狱界众生，无数男女孤魂众等，拢一同一同念佛，仰仗佛力，找到本具的本来面目，阿弥陀佛的真面目。啊，几个善书啊，各人开始。念佛一声，哈、哦，会当消无量的罪业。念佛一声，凡是念佛者，必得天龙护法，神圣会甲咱保佑啊！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！
啊，咱真正信徒常常拄着灾难，阿弥陀佛一声呢，结果灾难撇开，当然才来感恩啊，才感恩。那么明仔咱念佛，咱拢伫咱身份是如来园五百罗汉的所在，大八卦、大天地盘的所在，世界上大的八卦天地盘面顶，伫遐伫念佛。啊，就有王禅老祖几个先师，啊，主掌天地盘，正手施佛力，哦，啊，这个大天地盘呢，啊，伫遐念佛啦。哦，明仔咱念佛了了，咱爱有一个回向。将这功德回向所有人类、地球的人类，哈、哦，法界众生啊，啊，那么法界，今日首先和各位知影，咱念佛的功德以后呢，啊，咱最后有一个回向，回向的文者在这里，所以念佛爱回向，啊，愿意一心念佛之功德啊，回向十方众生，凡有见及听者、见闻者，得行。佛的加持，离一切苦厄，人人心安，世界和平。阿弥陀佛啊！明仔咱念佛山的时，咱有这个回向者，咱功德无限。咱咪使讲啊，我今日所念佛的功德回向，我的祖先离苦得乐，这是大孝。咱愿意所念佛的功德。回向和十方法界众生，啊，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，这是大慈大悲的心啊！各位唔通忘记哩，恁大慈大悲的心，是无得用去念的，无得用去亲的。哦，大慈大悲的心，遍满着三千大千世界，满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恁大家一念佛的心。会当予世界和平，恁大家念佛的心啊，会当予咱的家庭和谐，咱大家共同念佛的心，该行为，咱会当予咱的中华民国哈，咱会当安定和谐，予咱的经济立秋啊，以来呢，咱开始会愈滴滴安定嘞，这是天理的实现，是各位恁大家大慈大悲。安定自己的心，以外安定的明勇勇敢的心嘛，各位是妄想的心。一个人马仔较早起来，咱较早起来，咱卡电话吼，恁的亲戚、恁的朋友，哈，还是部属顶的，共同来念佛，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，共同来祈求咱的国家风调雨顺，国。太平安，天下太平啊！一只一祝，明仔大家成功如意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，祝福各位。